小乔，我现在已经下飞机，已经到北京了。现在我马上要去打出租车，到北京东区故事去参加今晚的金鸟奖，好开心呐！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啊。刚刚叫了个滴滴打车，应该一会就到了。到酒店啦，这是我自己在网上提前订的酒店，七天连锁，看一下这环境还可以，挺干净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乔，我现在已经下飞机，已经到北京了。现在我马上要去打出租车，到北京东区故事去参加今晚的金鸟。先找个地方吃点早饭，然后我就回连云港了。今天早上喝一碗豆浆，吃一笼菜包，一共花了9块钱。这边有北京槟榔葫芦，还有北京的国府，还有猴桃糕，还有麻花，还有驴打滚，挑什么好呢？要么每样来一袋吧，再来一袋神井国府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茯苓夹饼，总共买6袋。然后回家之后给你们寄过去。别逮着了啊！多少钱？362。好的。